应该讲马在上，当初若是有人真心徛在我这边，那安尼我宋美华今日应该还阁是林家的媳妇，嘛袂让小三上位，伫个遐耀武扬威。因娘养这个囡仔，就是要倒来报仇的。家己得袂着幸福，就抢别人的。你讲讲，抢我的，你讲讲。哎呦！但是你这嘴皮，我已经等30年啊。你讲我大汉查某囝也是啊，爱请一个装点帮佣啦。阿爷苗叫做阿平进嘛，那我再多会担心。吴英姐，我车停好啊，你老卡在要搞啊？没事 ，Jerry， 你哪会伫车啊？我这东西走去倒啦，咱规波也无转来。你顺辉生计的股票拢出掉啊？交通啊！罗兆英竟然走出来找，问题是后生嘛伫在遮，若是拄到，安尼我的身份就白空啊呢。林家讲马在上，当初若是有人真心徛在我这边。那呢，我宋美华今日应该还阁是林家的媳妇，嘛袂让小三上位，伫个遐耀武扬威。因娘养这个囡仔，就是要倒来报仇的。家己得袂着幸福，就抢别人的。你讲讲，抢我的，你讲讲。哎呦！但是你这嘴皮，我已经等30年啊。我是检察官，这是做无错，人车等于调查。这个车伫停车场，那啥样啊？你话怕什么停的？这里啊！你真正有够认真，表面冲锋救命稻草，就把头在半位烧草。三姨，你嘛提着啊！我哪甲你害底是害着我家己呢？不走，先挂靠赢啦！别走，我要看你走到哪去。停车！罗家峰，你也行。